教职出现的，就是前面的动作可能后面的新郎新娘看在眼里，也要稍微想一下有没有重复到。停一下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世维跟心仪，也恭喜你们两位。有一点哦，有没有观众要求？
情愫啊。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哦。好，给你。好，那志威手要抬高一点，不然脸会黑黑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非常自然可爱的一对哦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对新人，新郎张轩豪，新娘。
长一点，小心，慢慢来。好，可以维持久一点没关系，这样的画面会比较完整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等一下余秀要记得帮家园把他那个小花稍微整理一下哈，这样拍起来会更帅气一点啊。太好，我们的家园呢是服务于宜兰基隆分段，余秀呢是服务于斗六站，哇，一个在宜兰，一个在斗六啊，还好我们台铁是环岛嘛哈，这个比较不会感觉那么的远啊。好，小心慢慢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下一对新人：新郎王志伟，新娘黄玉纯。掌声欢迎他们进场。好，感觉我们的志伟比较紧张一点哈，因为算是路外人士了哈。熟悉我们这个台铁的感觉，没关系，我们是不是这个现场的亲友们，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一下，鼓励鼓励他们啊，这个走在红毯上，不要紧张，慢慢的啊、哦。好，我们的新娘玉纯呢，服务于嘉义站。耶、yeah, ，又一个新动作了，背靠着背。好，我们的志华呢，我们的新郎志华是服务于高雄机务段，那新娘小应呢是服务于花莲机务段。嗯，想一想也是有一点距离，但是只要有爱，距离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还是有一点娇羞啊，而且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表现哦，真的对他们来说也是颇不容易的。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恭喜他们。接下来欢迎下一对新人，我们的新郎林玉婷，新娘萧念修，请进场。好，我们的新郎呢，玉婷，他是服务在我们的九曲塘站。在额头上轻轻的一吻，好，这看到这边啊，都发现到大家都花非常多的小心思，还不错哦，真的效果都很好。好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两位可以再靠近一点点，对。好，
他叫王子杰，真的非常的帅气的一位王子哦。他服务于我们的宜兰公路段。哇，让他又自拍耶，太酷了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很可爱，非常有巧思。有没有小动作？那个陈一，陈一不要太紧张。哦哦哦，一紧张就是接吻就对了。接吻就不紧张了，对不对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对对对，好。这一次好像有点久，不是，啊，再一次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位还有99秒可以吻哈。好，谢谢陈一跟雅静啊，也恭喜你们。手低一点，手低一点。好，慢慢走回定点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下一对新人，新郎郭银生，
好，这里也可以停一下哦。好，有设计小动作出现。好，让它完美，多停留三秒，不要害羞。非常好 ，perfect。在我的鼓励之下，我们的广文越来越自然了。完整，好，来，开心的笑容，好，好，我们的新郎尚坤呢，是服务于我们的和人站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恭喜你们。算了。
好，拍袖子相对也很好看啊，要接吻哦，久一点，久一点。Yes。好，谢谢你们，也恭喜你们，小心哦，出发很长，慢慢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对新人，新郎王坤田，新娘朱怡君，请进场。两个互相依偎，就这样子一起一辈子。我们的新郎坤田呢，他是属于路外人士，那娶了我们的新娘怡君。怡君是服务于和人站，今天和人站好像蛮多对的哈，恭喜你们。站长也辛苦了，因为三队都来这边参加结婚。谢谢你们，恭喜你们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集团结婚31对新人的最后一对新人，新郎曾玉霞，新娘曾韵竹，请进场，掌声尖叫声。好，两位呢身份非常的特殊，他们是同样隶属于我们的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，我们的花莲分驻所，两位都是阿 Sir。 我们今天的花莲分局的副局长也来到现场了，是吧？恭喜你们。两位有一种叠对叠的感觉，就从此展开两人的生活。成连理枝，许下今生不渝之誓约，携手同心，在人生的旅途互相扶持，相敬相爱，幸福美满，情定一生。